准备了，那个好好看啊。我会今天不带单反。查第一排的，查第一排，没有八号的票。那个人怎么坐来坐去的？感觉前面会有一些。不好意思，没有，刚才没那么猛。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等待啊，让大家久等了，对不起啊，也谢谢大家对电影的支持。你们刚才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好看吗？好看。谢谢大家对这个电影的肯定啊。我是深圳广电集团的主持人杨莹，大家好。好。马上呢我们就会迎来你们最喜欢的演员，然后呢你们觉得他在电影当中演的好不好啊？好，那这个今天这一场的观众应该是都没吃晚饭的，是不是？对。举手我看一下，没有吃饭的举手。哦，全场都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直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呢，今天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希望可以赶得及跟每一场的观众来见面和交流。那待会儿呢，我也拜托大家一件事儿，因为我知道我们深圳的影迷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待会儿提问的机会，提问的朋友还有机会得到珍藏版的亲笔签名的限量海报啊。然后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提跟电影有关的问题，做非常专业的影迷，好不好？好。知道你们都很专业不八卦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好的话，就用我们深圳市的热情来欢迎你们喜欢的演员，他是谁？周海洋。好，再等一下。声音再大一点可以吗？好的，来，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你们喜欢的演员，马上要到影厅跟大家来见面了啊！你们会跟别人推荐这部电影吗？会。好，你们会刷朋友圈刷话题吗？会。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你们最喜欢的谁？怎么这么多人啊？这是干嘛的？看什么电影啊？三人行。哦。演技好好啊。三人行看完了？看完了。还行吗？行。好看吗？好看。哪里好看？哪里好看？什么不好看？所以刚才这个角色设定是路人吗？路过角色。好了，谢谢你们啊！这个大家特别喜欢这个电影，而且呢，觉得这个看后来看这个炙热的眼神就知道喜欢，对角色肯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把提问的机会交给观众啊！来举手啦，提问。这里。谁跟我手上要有朵花的？看到花了。有这位朋友。好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中间有一个打电话的情节，然后就是你叫你的伙伴去干掉他，后面有干掉他。大家都看得非常认真哦。对啊，对啊。编号还记得。我想要看那个。对啊。
好认真，他们真的记得那个。我想一下剧情，你们刚才看完一个比较熟哦，没看到。我要想，我要想一回呢。他到底要干嘛？你说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应该是有没有呢？有没有呢？没关系，让他们再看一遍。再看一遍，然后告诉我有没有。然后你们可以艾特一下你们漂亮的啊，在微博上。好，来下一个。就是远一点的朋友，那个也是手上有朵太阳花的朋友，这样比较好识别你。好，来那个，你问吧。小汪，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你你可以不问问题的，你表达一些你的感受也可以。可以行，表白表白。民间场的观众怎么了？你们都往那个非常学术性的那个角度去，逻辑的世界啊，是好烧脑啊！到底出于什么？我尽量想一想吧，因为从我的角度，我觉得那个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你什么时候听过“贼安兄弟不安黄金”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就是跟你是兄弟，我都还是比较喜欢利益嘛。那可能是如果把我揪出来了，有更多的利益的，这样通不通啊？哎，我真的要打电话去问督导。好啊好啊，干嘛了发微博？但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督导应该有他自己的构想，但是看到可能没有这么的明显浅白的去在电影上面表达，就是留一些空白让大家去思考去想，应该是那样。包括那个结尾，开放式的结尾，也是尊重观众，把很多思考的权利留给我们。好，都可以不要再那个这么难的问题了。我们有东的，有南的，有西的，那个北的吗？最后一个。那个三人行，我姓小汪。你好。哇，是有动能想。我昨天已经看过一场粤语版的，然后回去我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在看了一些其他人的一个影评，然后有一些人说汉匪最后的结局其实不是真正的变成了植物人，而是假装变成植物人。问题越来越深奥了，我已经有点。你觉得同不同意啊？同意。我也希望把这个问题，像督导那样，把它开放式的让大家去想，让大家去但是我觉得，大家这么，想要去多思考、多探讨这个电影的那个每个细节是非常好的，因为我想，督导的出发点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看这个电影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是你自己看完是你自己的看法的，那就是一直在提升嘛，提升我们对于电影啊观赏电影的一种品味跟水准啊。恭喜你达标了。那其实真的就是导演的这个留白和演员就是小八的这个表演是给观众留了空间的，
所以呢真的这就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给我们回味的余地了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就把这个短暂的相聚放在心里回味。我们要再次谢谢小蛙来给我们电影票房大卖，来鲜花啊，好，票房大卖，我们一起喊，谢谢，哇哦，小蛙，好，来，好，谢谢，也谢谢大家，这个饿着肚子没有吃晚餐都在支持我们的电影，谢谢大家。来，谢谢，请我们的女明回到座位上啊。来，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蛙跟大家来到现场，来跟大家一个大合影吧。来，我们到这里。不免俗的要跟大家，来坐着坐着坐着，来吧，请吧请。这个角度大家都清楚的，没有看到的稍微提一点点就好。好，我们比个三人行，三做那个手势。三人行，你们说票房大卖好吗？好，来，我们皇帝国大影城的观众祝电影《三人行》票房大卖！耶，一定大卖啊！谢谢大家。海报。